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为提高市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及加强市民对地区的归属感，自2000年开始就努力推行地区体育队训练计划，与香港篮球总会及香港足球总会合作，在全港18区成立地区篮球队及地区足球队，翌年更加设地区羽毛球队及地区乒乓球队，藉此培育及推广本地体育文化。经过几年的发展，地区乒乓球及羽毛球队训练计划亦已成熟，所以踏入2006年决定将该两项活动的资助转移发展手球及排球两个新项目，从而吸引更多不同人士参与体育运动。地区足球队训练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增加青少年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团队及体育精神，令有潜质的学员有机会接受延续培训，继而推荐给足总或其属会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为香港足球坛培养未来接班人。地区篮球队训练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提高青少年参与篮球运动的兴趣，并透过有系统的训练及区制比赛，发掘有潜质的学员接受香港篮球总会进一步培训，当中表现良好的学员更有机会入选香港篮球总会参加青年军集训队，继而晋升至代表队参与国际赛事。地区排球队训练计划，这项计划是新增加的体育训练计划之一，特别为女子青少年而设，表现优异的学员更有可能获选加入排种的青少年或者少年队行列，及有机会参加国际赛事。地区手球队训练计划，这项计划亦都是新增的体育训练计划，欢迎具备基本手球技术的男子青少年参加，除了透过训练增加他们对手球运动的兴趣之外，亦希望从中发掘有潜质的学员作进一步培训，当中的优秀学员有机会入选中国香港手球总会，参加青年军集训队，甚至成为代表队参加国际赛事。回顾今年整个地区体育队训练计划，不单止达到提高市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及加强他们对地区的归属感，亦间接培育了青少年在德育方面的发展。所以在未来一年，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将继续致力推动各项运动项目，发挥体育精神。如果你想参与地区体育队的训练，欢迎致电与相关体育总会查询。